打开电源开关。啊，英文模式，这个英文模式，点一下，进入工作界面。那么第一个是设置这个喷枪调试的，啊，第一个点一下喷枪调速，这个是喷枪摆角度的一个速度，然后这两个呢是喷枪左角度、右角度，两边摆的一个角度。那这个呢是左角度，这个右角度，点一下，它现在的默认是一个左角度的，那我们点一下这个右角度，点一下右角度，它就摆到那边去了，再点回个左角度。那这两个呢是手动的，手动摆喷枪的一个按钮，再点一下。手动摆喷枪的，这个是，这两个是挂机手动转动的一个正转一个反转，按住，这边转了。那这两个呢是这个喷枪走一个来回的，手动按它走来回的，看一下。这个，这个速度都可以改的。角度也都可以改的。好，这个的话就是喷枪的一个调试的一个界面，然后调好之后返回去。第二个是点喷参数，这个是设置点喷的。点喷的话呢，第一个是走枪的一个速度，走枪速度都可以随便调的啊。